魔力姐姐，我是娟娟班长。哎，今天天气好热呀，姐姐你给我买饮料啊？饮料？嗯。你不会又把零花钱花光了吧？不行，我要跟妈妈说，以后不能把零花钱给你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妹妹。嗯。家里面不是有养乐多吗？你为什么不喝呀？养乐多早就喝腻了。你说你是不是把零花钱花光了？要不然这样吧，妹妹，家里边呢有好多水果啊，我给你做更好喝的饮料怎么样？你就相信我一次吧，你不要告诉妈妈好不好？我以后不再会多多的花零花钱了，我一定会攒下来的，好不好？更好喝的饮料。嗯嗯嗯，那好吧。嗯。魔力姐姐呢要给你们做这个养乐多的新喝法。这个养乐多的话，你看小朋友们一定都喝过，对不对？那么我要结合水果创新四种新喝法，一定都非常好喝。第一种呢是我们的荔枝西柚多多。那么荔枝呢肉比较实一些，所以我们要放在我们的这个里边，然后倒入这个养乐多。哇哦，这个已经搅拌好了，现在荔枝养乐多的部分呢，我们倒在这个瓶子里边。哇，还有好多的果肉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就要还有我们的西柚。西柚呢，我会拿一点呢，在这个小碗里边呢，我们搅拌，就不用特别的碎呢，就一点点碎就好，这样。然后把西柚呢放在这个里边。哇哦，那么这样喝的时候呢，西柚的这个果肉我们就可以喝到了。那么最后呢，我们有一个冰冰凉的，这个是苏打气泡水，我们加进去。哇哦，怎么样，非常的漂亮，一定非常好喝。那么这个第一种呢我们就结束了，我要准备第二种了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我们的百香果和芒果，还有我们养乐多结合的百香芒果多多，把芒果呢放进去，然后放入我们的多多养乐多。哇，现在呢，我就要把我们的这个芒果，我觉得还是给它拿下来吧，倒在这个里边。呜呜。哇，真的是这个香味真的特别好闻。那么呢，还有我们的百香果，酸酸甜甜的，会非常好吃啊。溅到了我的脸上。百香果呢，我们可以不用都放进去啊，然后呢我们还要加刚才的苏打水。哇哦，这样就可以了，我们的百香芒果多多也完成啦，是不是很漂亮？然后接下来呢，我要做柠檬绿茶多多，我呢放几片柠檬在里边进去，再放一片吧，再来一片薄薄的，然后呢放入我们的养乐多一瓶。那么刚才呢，事先魔力姐已经准备好了绿茶，并且呢已经放凉了，这样喝起来呢会比较有口感，比较好一些啊，倒进去就好。哦，哇，这个就完成了哟，我可以再稍微搅拌一下，让这个柠檬的酸呢渗出来，就会酸酸的，比较好喝一些啊。这个也完成了，很简单，是不是？那么最后呢，魔力姐姐呢要做洛神草莓芦荟多多。洛神茶呢是红色的，我已经这个冲好泡好了，在旁边已经放凉了，那么酸酸的特别好喝。现在呢，同样我还是要把我们的草莓呢放进这个搅拌机里，然后倒进我们的养乐多。哇，这草莓的香味真的是特别棒，特别棒啊！
那么现在呢，我将它放在我们的这个杯子里边。哇，真的是太有食欲了啊！那么接下来呢，我就要把我们的芦荟呢再放进去一些，芦荟呢就比较甜一些，会综合一下我们洛神茶的那个酸。果肉吃起来呢也会比较有口感。最后呢，我手里有一杯红色的洛神茶，现在我要倒进去啦。草莓也是红色哟。已经流出来了，这样然后我们可以搅拌一下。哇，很棒很棒。那么这四款我都已经完成啦。妹妹妹妹，你看姐姐很厉害吧，做了这么多好喝的饮料。哇，好多的饮料啊。都是用这个我们养乐多做的，你快尝一尝吧。呀，他怎么尝上了？怎么样呢，妹妹？哇，这个酸酸甜甜的是百香果和芒果吧？对呀，这百香果会不会很酸呢？嗯，正好，正好吗？嗯、好喝吗？特别好喝。嗯，这边的那个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哇，荔枝！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喂，我喜欢荔枝。真的很好喝吗？我的这两个我来尝一尝怎么样？因为姐姐做完几件还没有喝到呢。这个不是西瓜哟，这个是草莓。哦，这个是草莓。好喝。姐姐的手艺真不错。真的好喝，真的好喝，真的好喝。这个呢？哇。这个真的酸酸的，然后绿茶味还有所保留，特别的好喝。哦，那我一会儿要都尝一尝，是不是？那好吧，姐姐呢今天非常厉害，做了很多好喝的给妹妹，很成功啊。那一定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新魔力玩具学校哟。我们下次见吧，拜拜。